现在到这里滚过去，刚好穿到刀口，这样刚好穿到刀口啊。这个刀我现在是锁好的，没有切的，27米。然后当间强度清零，线穿到刀口，当间强度清零啊。啊，不会。现在它咬完是自动送出来的，然后这个记号刚好在刀口这里，切断的自动送一节出来。这个记号刚好在刀口这里，然后就是米数是标准的。好，20米，好。